进前了不过真欢喜，工程的进度有提前。也不过我感觉最近，敢若无心思伫工作上。我甲伊讲信款，即马商场的部分交艾伦负责，伊甲讲凊彩。我叫伊来开会，伊嘛歹来。我是咧想，了不过身体一定有出什么状况。顶摆咱去会馆找无证据，我想应该为本党的身躯顶找答案，想办法检验。即马人人出现都歹出现啦，是变作拖出来验啦。再我来想办法。无业务即马应该按捺袂住啊，只要慢慢啊吊伊的胃口，总裁交代我的任务。应该真紧就会当完成啊！咪啊，我这么过来，我精神足歹，我是不是咱去你遐啊？你冲一杯咖啡，给我啉下好不好？你的咖啡我也随啉落哦，精神随来啦。安尼我这么随过吼。龙导，真歹势，我阁有人甲你交代，我无闲耍，再靠你，拜拜。不，咪啊，等一下，咪啊。姚母这段时间实在伤反常啊！虽然阁找无伊用下药的证据，也毋过若是安尼继续落去，恐惊姚母毋知变成啥物款。喂，啊，杨姐，是我。我有代志想要请你斗相共，我会请素华摕姚母的头章，咱私底下摕去检验，你感觉安怎？好，咱这件代志，请你替我保守秘密，袂当让姚母甲其他人知影。多谢。现在袂当入来啦，我要找物啊！失礼啦，我阻挡袂了。不要紧，你先出去。你现在袂接我的电话，算是伫迄只交台这两个笨手。你嘴甲八甲清气啊，什么叫做笨手啊？叫恁笨手是互恁面子啦，恁两个哦。根本就是精神啊！冯导，我应该不是你的私人秘书，爱一天二十四点钟接你的电话，暗来你的心情。我找你是有真重要的代志啦。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伫招待人客，也是讲应该为着你，我会把会馆的行李放在门馆，和你随谈随讲。你应该不是这么阿白啦。当姚母已经来了，我看我是要当吴总裁计划，先离开好啊。好啦，既然本党的甲咪的小姐有代志要处理，那安尼我先来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保守让你啦。啊，咪的小姐嘛让你，啊，我先来走哈，再见。今麦只干阿剩咱两个人，拜托你，你先泡一杯咖啡给我啉，我一杯都不掉啊！你当作这是咖啡厅啊？你随便啉就有，还是你规日扎一本册来包厢做咖啡文青化？不，歹势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先别走好无啦？我今天是规身躯哦，艰苦到这要起痟。完了好无？你甲我讲，咖啡内面有啥物款的成分，我家己来买，安尼我以后都袂甲你交叉。我内底个是东南亚草药提炼出来的无毒兴奋剂，台湾是买袂到的。搁再讲，
这款咖啡是我用来专门招待贵宾的，哪当凊彩给你？不然现在你给泡一杯给我喝嘛，啊，不然我真的死在这里啦。已经用了，其他的你出来。我去你家喝，走。你干嘛要求太多？当初是因为你跟我求，我才把你当作是贵宾。你现在会当是说软头青骨。哎呦，这样是要怎么办？是要怎么办啦？算我给你拜托好不啦？你答应我，我保证我给你喝一杯就好，一杯喝了我一定马上走的，我不给你交叉。我给你跪啊！我求你，我给你跪好不？我给你跪啦！哎，小奈，看你这么艰苦，我嘛不忍心。好啦，我带你回去。啊，不过咖啡饮了就要离开，我惊我把人误会。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咖啡饮了，我一定马上离开，袂给你交叉。我若是无做法，甲我出去吼，全你叫我惨。莫讲这么歹格调的话。我叫人后就会人客，然后就带你回去。我想你。梦瑶母已经中计，后就无计划会当进行了。等一下，我会带彭董回去，等我的消息。你就知影了，都是这个味啦。我真就怀念的。万董事长，先怎样？想办法帮爷母签这份土地用途书，安尼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咖啡拄啊冲好，就烧的，你也分一个，啊，我去烫掉啊。我真正想要着急了。这种感觉啦，你甘知我前几工我无啉的时阵哦，这几个人安尼有魂无体、懵懵表表，即马一啉落哦，我还阁敢若重新活过来感觉。你先做咱的油头革命，你有什么心事哟？我无啊。今麦这也不是百灵会馆啊，你无需要变讲你家己哦，搁在甲应酬。啊，等咱嘛熟识一段时间啊，咱已经算是朋友啊。你看，你搁专工泡咖啡给我啉，所以只要你有什么困难，你甲我讲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我知啊，一定是刘俊宽迄个猪头找你的麻烦对无？拄只我喺会馆哦，是我无气力。啊，不过即马我只咖啡啉落啊，我即马是精气神八足，我听有甲驾驶，听有甲处理啊。顶边伊就我拍工哦，伊拢唔知影人啦。迄个想我哦，孟董，哎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。我咧突然间，哇，规人足狂的呢，无代志，我无代志。你先坐好，谢你。啊，唔是咩啊你，我咧突然间爱困啊，你啊你这。这咖啡不是，不是饮了
人精神会好。我来。当所长，你若是知影真相，就袂想要跟我做朋友啊！也不困去啊嘞！等下，你确定你拢处理好势啊？饭伊老母拢未精神过来。我药下足重的，伊一直困到明仔载。真好。饭伊老母啊，你也有一天哦，啊，拄则我伫外面拢有听到啊。别把我拍到密密麻麻，我等一下就把你拍到连你阿妈都无熟悉。啥货啊？恁大方营造的成果是我叫人去放火的啊！起来啊，嘎嘎，阿你莫起来！你拍啊！你是要给伊拍精神，破坏总裁的计划是吗？